条捷径，并组建了功夫足球队。近日，功夫足球队悄然在北京的少林武校开练。功夫足球队已经有了三四十人，这些球员从14岁到17岁不等，都是从小练武，而且还都有一定的足球基础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体育闪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